藏王这边的树冰的冰渣。果然棉啊！忘记买草莓酱跟蜂蜜了。草莓酱早上不叫你拿一个吗？啊，生津止渴，非常棒。要不要 ？Action！ 嗨，大家好，告诉各位，听说这个地方有传说中的神明。哇，气候非常的。哦，有希望哦，手才冰的，你去摸啊，手才冰，你用手摸，你以为神秘国那么好拿到吗？这么简易，简单就想要拿到，手才冰的啦，神秘国是快点，对哦，手伸得起啊，拨一拨，哎呀，哇，哇，啊，找到一颗，哇，你看它松开的。空空哎，那个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咬一口，咬一口。我要咬一口吗？对啊。有没有毒啊？毒苹果。吃了就知道了。哇，假牙卡在上面了。谁敢吃下一个？开着吃。哎、欸，好吃哎。哦，真甜啊。哎、欸哦，你流鼻涕啊。啊，也没办法，这种天气流鼻涕是很理所当然的。开着吃第二个。四块钱，说好痛！哇，换我，换我，好痛苦哦！怎么了？你给我强劲！我滑倒了！哇，好好冰啊，牙齿好痛！放屁！啊！好甜哦，好甜哦！好甜。这也没看到，有蜜吗？好，我要结束了，我们寻找神秘果成功，好，成功。因为收音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听到声音。补充一下，选手的姓名是邓志明先生，现在为我们示范少林铁头功。